会呢？ 我还没动手呢。秦墨瑶，这下可算是都凑齐了。 你要是不想坐牢的话，你现在放开我，滚！报警！放开他！如果你真的报了警，那警察现在应该来了吧？让我猜一下，你大概是怕你的秦墨瑶失手杀了我，又或者怕我拿出证据，所以你不敢报警。你放开他！放开他！好。 那你现在跪下来求我，我就放开他。跪下！不要！不要！ 阿嬷，你不要丢我一个人。
大小姐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该出发去墓地了。阿莫。 李小姐，你的保镖来接你了。你来迟了，还好，不晚。爱之意的方向会不会是假象？慢慢陷入无形的网。 无常眼里失去了光，该怎么去掩饰慌张？如何能不设防，是否可以原谅？深爱的人都在说谎，谁又陪在身旁？是一片空茫，只能用直觉去丈量。爱指引的方向，会不会是假象？慢慢陷入无形的网。